嗨，大家好，这是小黑子。开箱这件 Double Taps 的 Jungle Long Shirt， 这一季的话材质很好，我觉得 Setting 的材质一直都没有让人家失望。整件真的非常厚，然后本身的话就有一点点水洗的感觉了。实色的话跟官网是有一点点色差的，我看一下哦。目前打光的话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这样看它是差不多的，跟影片中是差不多的。然后简单带一下细节啦，因为几乎每一季设计都一样。材质上真的很棒，这个是比较淡一点的卡其色，那黑的话，黑色的款又另外一件黑色的又是另外一个配色，反正到了再开箱给大家看。这是绿色的，背面就是用这种有点油漆感的印刷方式，整件我觉得蛮好看的。那版型的话，它一样是偏大 ，S 号对我来说就 OK 了。那像这件时代衬衫，我也是穿 S 号的。OK， 大概讲可以看一下，真的非常好，而且整件真的蛮重的，可能一件就有一公斤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大致上是这样，分享给大家。